神经被拔掉都不知，险付惊人医疗费用。我去看牙齿，整个半小时，医师一句话都不讲。半小时之后，他就说，好了，我都已经跟那个护士交代好了。去过来之后，他就说，你刚刚神经已经被抽掉。他说，那医生建议你就是做这个3万或者以上，一系列下来，他说你大概要自费准备个大概7万块。连神经被抽掉都不知道？不知道，我神经超大条的。今晚7点，东森中国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